Hello Hello， 完了，热不热？感受到长沙人民的热情吗？这个真的，这个天气和我们长湖南人一样热情啊，是不是？哎呀，这个40度的高温啊！来，欢迎所有的宝子们回家，欢迎所有宝宝们来长沙打卡。有多少外地的宝宝？有这么多外地的、哦、这个怎么跟屯屯长得有点像？屯屯是不是你姐妹？来，这边的宝宝们挥挥手。哇，好久没有在长沙做户外了啊，好想啊，好想在长沙做户外，但是在长沙做户外太难了，真的啊。来，我们直播间的人气能多久到10万人？告诉我，来3万人了。这怎么这么亮呢？这光线有点点亮了啊，太强了感觉。我身上有一点点红都看得好明显，我天啊。幸好今天那个痘长好了，不然那个痘好明显啊。来，5万人一起双击屏幕，把赞赞点起来，今天的赞赞能不能破一啊？哎呀，这个光好看吗？这个光啊，这个光是不是我脸上什么都看得到？我脸上长痘了吗？看得到吗？看得到吗？看不到啊，是不是？哎，我脸上有点怪，我觉得有点什么怪。来，我们9万人马上到10万人了，双击屏幕赞赞，快速冲到500万来！啊，这衣服难看啊！这衣服难看吗？天哪，在我身上竟然有难看的衣服，不会，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来，小公主不在现场，对，小公主不让她来，不让小公主来。来，11万人能不能冲到20万？什么？你多大年纪了还长痘？我不大呀，说明我长痘，说明我年轻，好不好？真的是、啊，来吧，直播间分享再走一波，衣服又不合适了，来，快点帮我换件衣服，没带呀，真的，要不把这个衣服脱了吧？来，直播间13万人，家人们进来的双击屏幕点点赞，咱们往20万人冲一冲。哎呀 ，Hello 山上的朋友们，你看一下山上的朋友啊，你看一下，照一下来，山上好多朋友，来3层楼啊，1、3层没有了人，2层、3层的我已经满了哈。Hello， 来问一下我在湖南是我的主场啊，因为我是湖南人嘛，我想知道湖南还有多少人没有点我的关注吗？咱们湖南老乡们点了我的关注没有？点了吗？没点的举个手。哎，还有人举手。我故意跟你们玩啊，没点是不是啊？来，举手的这位宝宝能不能点一下我的关注啊？我的名字叫做唐毅，在抖音搜索唐毅就可以关注我了，好不好？不喜欢这个衣服，哎，就这样吧，没衣服了，明天再换吧。哎呀，还没到20万人，今天上20万人有点费劲啊，怎么衣服难受啊？这衣服怎么难受了？这衣服难受吗？他们说不难受，他们说超好看。来，17万人，冲20万人！
现场的朋友们特别不容易，真的，我知道长沙的这个户外晚上是有多热，但是你们还愿意这么多人在一起哈，在看我的，来现场看我的户外，然后呢提醒一下大家，咱们把口罩戴一戴好不好，发一发口罩来，能戴口罩咱们尽量把口罩戴一戴好不好，二十万人了，在户外的话呢，我们是要到三十万人才唱歌的哈，好不好？我来跟台上的观众们朋友们互动一下，好不好？啊，好不好？来，怎么了？来，二十一万人，家人们双击屏幕点点赞，咱把人气往三十万走一走。哎呀，这个帅哥，走的，你现在就送我花了吗？现在就把花送给我了。现在就说话了，来，那我就收了啊，好不好？你好，你要给不给我？我看你们不舍得给我，你是不是想拿送给屯屯的？然后这个我把你拿到了，等一下吧，好不好？你们是外地的吗？我是河北过来的。河北啊，你呢？江苏。江苏，你呢？我广西。广西。湖北。湖北。来了。湖北。我知道，咱老铁。咸阳。咸阳。江苏。哎，怎么这一排全是外地的吗？你呢？我贵州。贵州。长沙。你这衣服很熟悉啊。Hello。哪里过来？我是湘西的。湘西的，怎么湘西没看到你来到长沙看到你了啊？看来你已经十级。十一级。十一级粉丝了哈，好，欢迎。Hello。嗨，十级粉丝，这里十级的，快点来发礼物来。我是十三群的，从哪里过来？长沙。啊，好远。十四群啊、哦，好的，来这边，你是核对一下啊，什么名字？来，我看看这边的啊，这边一看就是我们湖南的父老乡亲们啊，带着孩子，带着父母来看我，是不是？是不是长沙的？是的，这是。妈妈，哎，阿姨啊，平时你看我直播吗？啊，什么？平时看我直播吗？是的，我一心一意的看你的，我一心一意的看我直播，是不是？哎呀，你看看，一般都是特别铁的他们啊、哦，来这边呢，哎，老板好，哇，这个老铁太熟了，这老铁啊，来这边你们是，哎呀，小朋友不能入境啊，你是长沙的吗？是的。你平时看我直播吗？平时有时候看。那你有时候不看在干嘛？有时候在写作业。哦，写作业，一定要写完作业才能看我直播啊，知道没有？来，直播间多少人了？24人，24万，24人，来，我们冲到30万人好不好？一起双击屏幕，把赞赞点到1000万。来，直播间全体家人们，动动你发财的双手，把双击屏幕把赞赞点起来。蹦不起来了，哎呦我天！好了，来，我们直播间现在24万人，冲30万人，马上二十五万人了，我们冲30万人，来开始我们第一首歌，好不好？哎呦我天哪，我太高估了长沙的天气了，有点穿多了，我真的。啊？杭州过来？啊，杭州到广州，然后这里有广州了，然后今天刚到长沙。昨天晚上改的机票，刚到长沙。哦，刚到长沙，谢谢。你是哪里人？浙江人。我从过来。哦，我从贵州过来。贵州过来呀？你怎么不等我去贵州呢？我从武功山一直到贵州。哦，武功山一直到贵州都。是的，我。好的，陪我转了一圈了。哦，好的，来，我们现在。你最好别唱了啊！那是太好了，我不唱，我也觉得唱多了，大家也看烦了啊，是不是？来，27万人了！黑色，哎，这衣服真不好看，好看。穿错衣服呢，小爱，我们俩换一下吧。来，我们唱第一首歌好不好？一
手。哎，这个音乐太吵了。来，第一首歌想听秒针吗？不想。28万人了。第一首歌想听你的样子吗？不想。来，第一首歌想听什么歌？啊？太想念啊！太想念。等一下，我跟他们两个一起唱《太想念》，好不好？来，来一首，我一个人来一首。什么？秒针吧，来吧！感谢闪亮哥，谢谢闪亮哥。30万人了，裤子太肥了，不是，这刚刚好，你看，完美。秒针准备好，啊、好热、啊，一首秒针送给大家。沉默的秒针，冥冥中给我轻轻感应这共振，雨亦亦阵阵，甜落的秒针。情浪风发生，无处能逃亡，托梦苍生欲分钟，我留守空旷。来，此时此刻直播间左上角黄色爱心灯牌丢一丢，大家一起发财的双手一起点赞，右下角三个小点一起分享直播，32万人。雨亦亦阵阵，沉默的秒针，冥冥中给我轻轻感应这共振，雨亦亦阵阵，沉默的秒针，如潮浪风发生，无处能逃亡，逃亡苍生六分钟，我留守空旷，窒息之中惊醒巨轮波，感叹此刻不过是场梦，心消心定生根及破哟，心中所想竟已荒芜，光阴匆匆漂泊万重浓，心里爱的他已不可爱慕，北风吹散我的拥堵，时态错怪为谁能轻易诺，来双手借给我 come on。吹走了对梦多一秒，往日的真心里的爱又放了，高唱我歌，人群中的半空跳舞，雨亦亦深深，沉默的秒针，冥冥中给我轻轻感应这共振，雨亦亦深深，甜落的秒针，从凌风发生，无处能回避，雨亦亦深深，沉默的秒针，冥冥中给我轻轻感应这共振，雨亦亦深深，甜落的秒针，熄灭这盏街灯，无处能回避，逃梦重生如笨兽，我两手空空。天哪，好听吗？来，我们先开个场。我在想，我内心在想，我是有多大的自信，在这么大的舞台上，我竟然穿了这么少啊！好久没锻炼，这个肚子怎么可能见人？怎么可以见人？我胖不胖？好了，来，我们这样子哈，双击屏幕把赞赞再点到多少万了？现在1000万了，来，一起双击屏幕，不要停，点到2000万！哇，小肚子上有肉肉，刚都吃了2碗饭，真的是刚吃了2碗饭，没消化呢啊！双击屏幕吧，赞赞，我们一起点一点，好不好？嘿，感谢陈月竹，准备好，太想念。腰呢？腰不在这儿吗？腰啊，我这还没腰啊，谁有腰啊？啊！来，有请我们两位公主上场，有请小爱还有屯屯，我们一起把一首《太想念》送给大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床上朋友们晚上好。我不要。
我一个人的时候孤独呀。我对你太想念，太想念，那爱过的谁还在期待再见你一面。我对你太想念，太想念，好比天上风筝断了线。我对你太想念，太想念，你不曾看见那双为你哭红的眼。我对你太想念，太想念，回答回首奈何难免。来，我们一起冲动，40万人了。玫瑰花瓣一片一片片扬落在眼前，你的承诺一点一点点回荡在耳边。感谢冬日哥，那回不去的天，你瞒得我真甜甜。爱的往事一件一件件，甜蜜在蔓延。你的影子一天一天天拉长了思念，在梦里吻的脸却来不到我身边。我对你太想念，太想念，那爱过的心还在期待再见一面。我对你太想念，太想念，蓦然回首奈何人已远。我对你太想念，太想念，你不曾看见那双为你哭红的眼。我对你太想念，太想念，让回首来个人一眼。来，好听，口在公屏上。谢谢闪亮哥。感谢老公，谢谢大哥。爱的我是一件一件件甜蜜的难言。你的影子一天一天天拉长了思念，在梦里我的脸却来不到我身边。我对你太想念，太想念，那爱过的心还在激荡再见一面。我对你太想念，太想念，好比天上风筝断了线。我对你太想念，太想念，你不曾看是为你哭红的眼。我对你太想念，太想念，蓦然回首奈何人已远。你们俩为什么没有比心？来，我俩在想对镜头还是对观众？蓦然回首奈何人已远。有没有掌声？哎，怎么我们湖南的父老乡亲们没有主动给掌声呢？我们唱完能不能每次都来个尖叫声加掌声，行不行？谢谢，咱们吧，都认识小爱和屯屯吗？认识吗？都认识了哈，来，咱们把小爱还有屯屯的关注来走一走，一起双击屏幕赞赞，有没有2000万了？这个音乐的有点太吵了，小声一点点哦。1500万赞赞是不是？这不给力啊，家人们，35万人，我们的双击屏幕来怎么点赞赞？一起戳一戳屏幕来，呜。双击屏幕点点赞，看一下我们彩虹团的实力，我们彩虹团的凝聚力能不能在10秒钟之内咱们点到2000万赞，好不好？来，双击屏幕10、9、8，多少了？多少赞赞了？7，才1500啊！来，最后6秒钟，咱们能不能冲到2000万赞赞？来，一起6！哇，
双击屏幕，头发扎起来，我没有橡皮筋那怎么办？我脸上已经全部湿透了，已经全部湿透了，家人们。双击屏幕来赞赞在哪里？还有多少？还差多少到两千万？两千万了吗？谢谢大家帮我点赞，咱等一下我说赞赞的时候咱们一起可以不停的点啊，好不好？我们把赞赞今天快速的冲到一个亿，好不好？哎呀，哎，你们俩就下去了，再来一首啊，来小爱腾腾，我们再来一首，然后再把男生请出来，好不好？哎呀，这个衣服穿的是有点不太好，下次不穿这衣服了啊。哎呀，我都不好意思看了，真的。怎么能穿成这样呢？怎么啊？大庭广众之下怎么能穿成这样呢？有人说什么？我跟你说，其实我是不怕热，我也不怕累的一个人。大家应该湖南很多人都知道啊，长沙很多人都知道，我一开始在哪里做户外的，我都是在街边做户外，不管夏天还是冬天，我都是在做户外的，所以我这点苦对我来说只是小 case， 真的小 case。 来，有啥好看的？好看的可好看了，我跟你说。可好看了，太漏了，也没漏吧。来，我们三个再来一首。想听我们三个唱什么歌？爱你一万年啊，等一下跟男生一起唱。爱你一万年还有什么歌？你发现你是天天听看我直播的啊，就这几首歌你们都会了啊，好吧？一个多情无情的人吧，好不好？穿一件小爱的外套，那小爱穿啥呢？来，一个多情又无情的人来，有请。感谢闪亮哥，感谢飞鸿，谢谢老郭哥哥。啦啦啦啦啦啦啦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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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想着我最思念的人。举起又放下的酒啊，就像我最亲爱的人。每一个难眠的夜晚，想着我最思念的人。一个多情又无情的人啊，就像手心里握不住的伤，喝下这最烈的酒，随便吧，就随便吧。一个多情又无情的人啊，就像天边月镜子里的花，喝下这最烈的酒，随便吧，就随便吧。Let's go。陈教授好瘦。狠心一次次原谅着你的过错，一次次为难我自己。难过的时候动独自流泪，醒来后装作无所谓。一个多情又无情的人啊，就像手心里握不住的沙，喝下这醉人的酒，随便吧，就浪迹天涯。一个多情又无情的人啊，就像天边月镜子里的花，喝下这最烈的酒，随便吧，就随便吧。谢谢，掌声有没有？一个多情又无情的人，不错不错不错。看看刚刚说完你们就做到了哈，唱了每首歌有没有尖叫声和掌声有没有？哇！来，咱们再把小爱腾腾的关注再点一点。
谢谢大家，先点点左上角黄色小心心，加一波我们的关注，点一波我们来一个爱情鸟，要不要看？要不要看我们跳爱情鸟？会唱吧？来，准备好爱情鸟，我们五个人跳一个舞，给现场的朋友们看一下啊，好不好？也送给直播间的所有家人们，我们一起双击屏幕，以最快的速度点到四千万！来，准备好音乐，一首爱情鸟，33万人呢，来，我们再往上走走人气啊！准备了音乐了没有？来，我想一下怎么分组啊。杨浩，等一下你先不跳，你在第一个唱啊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四个人，一首《爱情牛》送给大家。心在跳，我看不见他，但却听得到。呼呼呼，这是爱情鸟，他在向我欢笑。树上停着一只，一只什么鸟？呼呼呼，如今变得静悄悄，因为我爱的人已经不见了。呼呼呼，这只爱情鸟。何时才会来到？使命到这里了，我要休息了，开玩笑，来，好，咱们觉得他们四位跳得好的，来，咱们给四位的关注再点点，咱们自己工下工会旗下的优秀的主播点点关注，来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屯屯，我在榜十六，榜十六的屯屯点点关注，谢谢。谢谢 Kiki， 谢谢大家，我叫小爱，在榜十三，榜十三小爱点点关注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叫杨浩，我在直播间的榜九，喜欢杨浩的榜九点点关注，谢谢大家。 Hello， 大家晚上好，我是田少，我在榜十五，榜十五的田少，喜欢的希望给我点点关注，谢谢你们。好，谢谢，感谢大家对咱们主播们的支持哈。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有请台下的观众朋友们上来唱歌。有多少宝宝准备好了要上台的？有没有？举个手，举个手哈。我们可能是以第一排为主，因为第一排的人能站在第一排，肯定是排了很久的队，对不对？好不好？先给台下的观众朋友，第一排的观众朋友们一点机会啊，好不好？来，直播间的宝宝们，人气再往上走一走。
人气再往上走一走，双击屏幕把三三点到四千万，好不好？四千万了没有？四千万！来，跟宝宝们说一下，八点到九点知道要做什么吗？家人们，头顶上的黄色爱心打开，来打开黄色爱心，助力打榜，免费人气票全部丢一丢。今天能不能到十万人助力？能不能？直播间三四万人，家人们一起动动发财的双手，双击屏幕点点赞，免费人气票一起甩出来！来吧，好吧，哎呀，现场朋友们，你们耳朵还好吗？我耳朵已经受不了了，已经啊！我看看谁想第一个唱。这是谁啊？来，我看看，拿话筒来，话筒来，来。唐老板好，咱们直播间的家人们，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晚上好。你要唱什么歌？直接说。我唱一首《最亲的人》。我知道你是谁了。来，你唱吧，直接预备起。花开山岗那个红艳艳，绿水青山不问是何年。你家的日子又到了冬天，谢谢我最亲的人挂牵。好听吗？第一位小姐姐可以上吗？可以。谢谢乌哥，感谢。哎，还有一个就是感谢珠海哥，感谢超级哥，还有鸡哥啊，感谢闪亮哥。什么声音？咣咣是什么意思？可以上吗？这个上过了啊，他们怎么知道你上过了？这个上过了吗？可以吗？来，可以上吧，先上啊！我看看这位男生啊，我感觉这个男生好像挺厉害的样子，因为他穿的是个透视装。Hello， 这边的朋友们，现场朋友，大家好，我叫杨洋，来自河北，从河北过来是不是？对对对。想唱首什么歌？五十年以后吧。五十年以后来 ，BB， 、我们先宝宝往旁边走一走啊！谢谢谢谢谢谢，来唱，直接来。我希望五十年以后你还能在我左右，那时锁在摇椅里感受那夕阳的温柔。可以吗？可以吗？谢谢。可以吗？这位男生怎么老有混响的声音呢？一二三 ，Let's go！ 可以，来吧，走吧，可以。来，这位小姐姐，怎么看出有点眼熟啊？大家好，想唱什么歌？一首《火苗》。火苗，来，预备，起！你的爱就像火苗，我用相思煎熬，烧得我的骄傲无处可逃。可以吗？这位小姐姐来戴的口罩，但是看上去有点熟啊，熟悉的感觉啊。可以吗？这位小姐好漂亮，他们说啊，可以上吗？可不可以？直播间的家人们，可以，来上来吧，来上来，我们先找三位好不好？来找三位宝宝先上来，上来，有请。来，我们来说一个我们的口语好不好？我们的口号，我希望全部现场的朋友们跟我对一下口号好不好？我不告诉你们，我看看你们能不能对上好不好？来，准备好啊，准备好跟我一起说哟，准备好跟我一起说，唐艺大舞台，唐艺大舞台，哎，不错不错不错啊。虽然就这一撮人知道，后面人可能不知道啊。来，我们的在户外的直播间呢，大概大部分呢就是给很多新人上台的一个机会啊。因为咱们直播间人比较多，所以我们呢给他们一点，也让多让大家听到我们老百姓的哈民间的好声音啊，好不好？啊，我暴露吗？我穿的，好了，我都不好意思了，就衣服有 T 恤嘛，给我穿个 T 恤吧，不然我都不好意思了，真的。来，
又又又双击屏幕的赞赞有没有4000万？1 2 3 go！ 嘿，嘿，马上40万人了，今天还没上40万呢，家人们呢？哎呦我的天！来，准备好了没有？三位，三位准备好了吗？戴好耳机来，马上。有请我们的第一组选手上场。